为什么刚刚上不来，可是现在我上来了 ？What？What？ 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不明白，算了，可能是我刚刚按到蹲还是什么吧，可是不可能啊。妈擦的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一个东西倒下来，你要这么大声的吗？不需要躲，不需要躲，出回去，出回去。为什么这里要 claw？ 会有东西出来吗？你是什么？你要做什么 ？What the fuck up 你？这什么来的？喂，裸体跑来砍我 ！What the fuck？ 这裸体的跑来砍我！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下体。啊天哪！出回去，出回去！哎、欸，兄弟，我觉得我没有时间看东西，要看自己 pose 吧。喂喂喂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哦，你在干嘛？没有没有懒觉，哎，有懒觉，他懒觉不会 steam 的，他看到我可是他不会勃起的那个人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现在要怎么做啊？其实，哦，这里上去，这里上去。哇，他跑快，他跑快。跑快，他跑快！他有没有看到我？还没有看到我，还没有看到我。趁现在上去！妈的！这里多了一个怪物了，一个裸体的怪物。哦，我没有看到这里有扇门了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什么问题？现在又……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为什么走这么慢的主角？为什么我们主角走这么慢？我们主角走太慢了，他刚刚是没有力爬楼梯了是吗？现在有力了，现在有力了。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这怎么个车轮？喂，他会爬这种地方的。喂，这个人不是开玩笑，这个人好强啊！我跳了一群死人了。喂，好快，好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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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，很快，不是开玩笑。啊！终于挡着他了。哇，我不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哎，这里原来不止你一个啊，这里有这么多个。我刚才顾在看他们的下体，结果刚才我顾在看他们下体，结果我忘了要逃跑，原来他们触得到来的。OK， 好好好，不看你们了，不看你们了，好快啊，这些人超级快、啊，这些人。Let's go， 出去 ，teleport，nice。
妈的！The fuck, the fuck, the fuck！ 什么问题那边？为什么我会？为什么我会在这么高的地方呢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会 teleport 来这么高的地方？哦，窗口就这么锁了。我他妈的，为什么会来到这么高的地方？又是你，你又掉井了。哎，不止，这里很多人呢，这里超多人掉井了。什么问题？你们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人掉井？装饰品啊！这间学校用这种东西来装饰啊！我觉得我 record 完了之后会有东西发生，你们信不信？没有东西，我每次这样子讲，就不会有东西发生了。可是我一没有讲的话，就有东西发生了。这里好多厕所啊！男女都没有，他们男生女生有没有分别的？哦，有分别的，原来。装饰品。也没有纸要拿，没有废纸。也没有废纸要我拿的 ,OK, 没有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跌下来？为什么这么多手印呢？我还没有看这间房间呢、啊。哦，没有 lock 了，走了。哦 ，battery nice。超漂亮的地方，前面有人欸，前面那个是谁欸？为什么有血？欸，等等，这个 JESSI 欸 Jessica JESSICA Jessica， 这是 LYNN 吗？欸，没有 LYNN林怎么 spell？ 林怎么 spell？ 我不懂后面是什么声音啊 ？Lock？ 什么声音？为什么我们表情这么搞笑？前面会有什么东西？又有个厕所？厕所？哇，为什么你们的女厕所这么恐怖的？为什么你们女厕所这么恐怖？然后这个还有一滩血在里面，我已经完全没有恐惧了，我们直接爬进去了，不要开门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有个胶布欸。哦，一大堆 Jessica， 为什么在女厕所会有一个胶布？什么意思？一滩血里面有个胶布在里面 ，What the fuck？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请问？喂，这个门刚才是被锁着的，我一进了厕所之后就被开了。What the fuck？ 好棒啊你！我们先捋一下啦。哦，前面是 library。Oh my god！ 我超喜欢他这个撞，我超喜欢他这个撞门的画面嘞。啊，嘣！超野蛮的，我的 fuck， 我的 fuck， 又要逃命了，在窗口哎，什么鬼？他去哪里？
lock。哦，这里要放那个，要放那个那个透明的那个纸是吗？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。哦 ，OK。可是我是不是被追杀了？现在要在这种图书馆这里找这些纸吗？而且这图书馆整个迷宫这样的哦，这图书馆，他们的图书馆太，他们学校太有钱了是吗？姐。我的放那个什么来的？他们图书馆建到这么宽这么大，然后有一个人在那边呢。喂，这里是小型迷宫吗？我等下怎么走回出去我都不懂哎。这是一个迷宫哎，然后随时会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等着你了。我的放，喂，这个图书馆不是开玩笑的大嘞，你什么问题啊你？我完全不懂我要去哪里啊！又有个人站在那边，看到吗，各位？What the fuck？ 什么问题现在？快快快，走走走！我要被追杀了！这里这么多东西，我都不懂怎样走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哦，死路！GG！ 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前面那是什么？我看不到，一堆书挡着我的视线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来的？有的走吗？喂，有的。哇，我们爬在一堆书上面嘞。哦、我们爬在一堆书上面 ，seven nice， 可以爬得上去吗？爬不上去了。我们走在一堆书上面嘞，刚刚。开玩笑，你什么问题？这里是传说中的书崩。哇，图书馆，书崩啊！哎，这灯是怎么回事啊？胶布 nice。谁 coming？ 又掉井给我看你，你他妈的，你要掉多少次井啊？他每天那边掉井给我看的那个人，那个 Lin 啊，那 Jessica， 其实也不确定是不是 Jessica， 可是算了吧。为什么这里歪歪的？这个是什么地方来的？为什么这里歪歪？哎，这个是那个掉井的画面哎 ，Jessica， 哇，这里超级歪的 ，What the fuck？ 是要弄到我头晕吗？我们主角好像飘在空中的感觉嘞。Shit！ 跑啊！哦、oh,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又跑，你又跑。Please please！ Please 什么 please？ Please 什么 please？ 什么呀？哦、oh, ，teleport 回来了！哦、oh, ，天哪！啊、oh, ，真的是，明明就可以开那个门，为什么开不到？是有一个东西挡在后面了，是吗？so， 这个可以拉，可以搬去哪里？等等，有地方可以钻吗？这里？你要干嘛？哦，那里那里，看到了。啊，先捋一下再出去啊，外面感觉上很危险。一出得来就听到那个。音乐了，好多胶布，我要 battery。下去是什么？我完全不懂我在哪里啊！
我被追杀了是吧？What the fuck？ 有两个 battery 在那里的，为什么？有 battery 在这里啊！哇，他以为我看不到是吗？我看到那里这么在闪闪发亮啊，结果有两个 battery 藏在那边，他以为我看不到。为什么听到那些人的呼吸声这么大的呢？saving 了 saving 了 saving 就代表没有好事发生了。那个搬去哪里了？真的哦，搬出去外面是吗？我们要走出去外面。什么鬼事情啊，他们上面的人。可以拉出来吗？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快点快点。哦，那个人出来外面了。你好啊，你想怎样？拜拜。哦 ,what the fuck, 你的灵棍。喂哦，好多。好多这种死变态没有穿裤子的，他们没有在追我哎，问题是，他们没有在追我。撞撞撞撞撞 ！What？ 哦 ，shit sh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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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t， 哦，好快好快好快！走好快！你喂喂喂喂喂！喂，这些怪兽很野蛮，这些怪兽，他们的那种，他们可以这种怪兽，这种怪兽可以什么鬼都可以了，他们可以转，可以跑，可以爬，可以跳，什么鬼都可以，比一般上我们在奥拉斯里面遇到的敌人，他们都是。你只要钻过缝你就安全了，可是这里不是的哦，你钻过缝了你还没有安全的，因为他们会跟着你走的。喂喂喂喂喂，哇，感觉上我们好像在跑酷的感觉。 Oh my god， 跑酷啊，超级快啊。哦，我直接撞上去他身体上面了。哇，哎，给我看到一眼好不好？ What the fuck， 你不要快来追我，妈的，他不给我看一眼的哦，他不给我看久一点，我本来想要看一下他，可是他不给我看，我就算了，走了。喂喂，走去哪里？问题是有路走哦，这里关门，他要来。很惨哇，打了这个人，这死鬼很惨很惨难玩呀，真的是。OK， 好了，不理你了，关门，再见 ，Sayonara。哦，不要不要，我们还是不要关门好一点啊，他跑超级快那个人，哦，可是他跑这么。他跑这么快还是不够我快啊！安全了吗？我们到底安全了没有？还没有安全，还没有安全，进去！喂，他要追我到哪里啊？还没有安全的嘞，我们跑来厕所过后也还没有安全，所以那要怎么才安全？那得要去哪里才安全呢、啊？哇，好大，好屌啊！这个人，这人他妈的超级屌。我们不要关门了，关门是浪费时间的做法来的。看到吗？我们整个好像赛车手一样，
塞车手 ，what the fuck？ 快躲厕所，躲厕所！他进来，他进来。哦，他的歌声超好听的，这些到底是什么来的？他的根啊！What？ 哦，我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所以，如果他敲我的门，他敲我的门的话，我们就要马上跳去另外一扇门，是吗？刚刚突然间 saving 了一下，哎，你什么问题你？刚刚突然间 saving 了一下，妈的 fuck！ 我完全不懂什么问题啊 ？What？ 你在这里，你不能开门，你一开门，你速度就变慢了。可是这问题是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我突然间被 saving， 然后突然可以逃跑了？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这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好恶心啊！这里，快看看，看法拉利又回来了，哦，回来这里了。Just confused. Hey, hello,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哦，那妈的是谁来的？妈的是谁来的？为什么站在那边样子？站在那里手叉腰看着我，我的。啊天哪！到底要弯多少次啊？这里一直死啊，我一直死，可是我完全不懂我要怎么做啊。啊天哪，好快啊那个人！他不止走得快，他还会 teleport 的这个人。You're not evil, Blake. Just confused. You don't have to hide. You don't have to hide. You don't have to hide. 又是你。Let me help you.快点进去！啊，拿了一张纸，安全了吗？哦，我安全了，没有那个声音了。那个死人头啊，不见了。我发现到，路刚刚在外面那里，只要你开到的是错的门，那个人就会站在那里跟你说 ：“You don't, you don't have to hide.”只要你开的门是错的门，他就会告诉你 ，You don't have to hide， 就是这样。哎，全部门锁的嘞 ，What the fuck？ 那窗口可以开的吗？哦，这里打开了，没有看到。这打开了，这里。Teleport 了。哦，那里那里，是为什么我会切你破来这么高的地方？我不是只是在幻想罢了吗？可是幻想了之后，我来到了一个超级高的地方，天哪！谁在敲我的门？哎呦，这扇门在被敲着嘞！哇，这里这么高是什么地方来的 ？And then， 哇，我不敢相信我是一个
手受伤的人啊，我的手已经穿洞了，可是我们还可以爬来爬去的。我们可以爬来爬去，我这里是手心穿洞，靠的是这四只手指的力量，我就可以挂在上面了。哦，好痛啊！为什么哎？哦，就是那个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。Battery。我的预感非常的不祥，这里是不是？OK， 下去下去。为什么这么蠢呢？我们主角，为什么这么笨呢？你妈的又来啊！我不敢转头啊！我知道他们应该穷追不舍在后面。哦，不止一只也超级多只，他们是什么人来的？到底一个民一个种族吗？一个不穿裤子的种族。Seven nice。哦，哦，聪明！我们主角终于做了一件聪明的事情了，他把他们锁在里面了。你们有本事打开吗？没本事就不要让他来啦。